Cindy Lucas。还有现场有很多我们福伦的先进，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大家一定都知道，接下来有非常特别的分享，是由我们那个福伦案子呢，其实啊，他当过在我们福伦里面当过非常多的职务。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一年是 AG。那后来呢，我们第二次呢，在社联会遇到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 AG 多才多艺。直到呢有鱼踏这件事情的出现的时候，我发觉艺术上面的才能也能够斜杠。所以呢，今天呢，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PP Arts 呢，其实他在从事艺术领域的那个创作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执着的，而且呢，他深入到一定的专业。在鱼踏的展里面呢，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 PP Arts 呢，它竟然是我们本土鱼拓艺术的鱼踏艺术的开拓者，而且他也是第一位在全省的艺文中心、文化中心，在鱼踏这一块创作领域里面第一个参与轮展的，在全省所有的文化中心轮展，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然后呢，在认真的听下去之后，他的鱼踏作品曾经拍卖到破百万的记录。然后呢，他的鱼踏作品呢，也曾经被到法国巴黎罗浮宫的展出，还有接受非常多节目的专访。然后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我们的那个 PP Arts 岩上文的时候，会发觉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创作者哦，所以 Google 搜寻一下，原来我们要搜寻阿紫，我搜寻岩上文这件事情，在鱼踏这一块创作领域里面，他算是华人最知名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大家到现场呢，就来听听看鱼踏到底是怎么个回事。他小问还真不少，老实说，第一天展览的第一天。恩一走到鱼踏的作品创作前的时候，他问了三个点。今天我想我可以得到解答，那也让各位一起来听听他的鱼踏是怎么做出来的，他的精髓在哪里。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 PP Arts。在座好多社联会的好朋友、艺文的诸位、各位我们的伙伴，大家午安。午安。今天呢、是礼拜一，你知道所有的全台湾的艺文中心礼拜一都是休馆，只有彰化文化这边开馆。礼拜一的下午的两点演讲，就是所有演讲者最不喜欢的时间，因为容易打瞌睡。刚睡完啊，这刚休完假的第一天，但是我看到今天大家都是专程来，有很多是捧着面子哈，就是赏脸了哈，专程过来，所以我尽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把我所知道的话，通通告诉各位，让你们觉得不是你的事情，好吧？我们今天要谈。不是只有台湾有的艺术哈，有许多人今天是冲着摄影作品过来，所以有人也会好奇，摄影跟今天的鱼踏又有什么联系？其实艺术跟人文是不可分的啊。从艺术感光到感官这个分类。今天所有在现场展出的每一件的艺文作品，属于哪一件？属于哪一类？视觉。视觉，不是听觉，不是触觉。如果有雕塑作品，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上你的触觉。所以，我从今天所有在场的展出的作品，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是从视觉的美学上来欣赏的作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
摄影跟鱼烫，不过它只是一个借由不同媒材、形式、内容、技巧呈现不同美感经验的一种呈现，所以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冲突。好，一开始我们就由讲问答，由左到右，由上到下，八个字的读音念得正确，我送你一个鱼烫的月饼，有没有吃到味道？没那么多，来，主委你先来。那当立委主委请该恭喜，来，你来试试看。我左是右，我上是左。破杯杯塔，鱼破杯塔，是鱼塔，鱼塔，对吗？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还有没有吃到的？经理，要不要试试？我的那个同一届的 DNG 啊，李经理，你会气吗？乖，放屁！上来，松松，你刚一点六，来。把颜料
料或者粉末涂在墙壁上，这种叫做直接的踏法。这种透过纸或者其他媒介物隔开的踏印，这个叫做间接的踏法。这样了解了哈？对。再来进一步看，有小 baby 了，当他说完话了，就知道了。把手印、脚印，其实你踏印的有。橡皮、皮球玩得很脏，丢在墙壁上会留下一个球的印章。虽然它不考究，但是跟这个都息息相关。看一下这个，这是故宫啊，这边收集的一些资料。在公元175年就有拓印相关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从刚才的一些版刻到年画，都跟拓印有关系。在汉唐时代，拓印是发展到极致，他们的那个年代的一个政府单位，还有这种专门监督在执行这项任务。那刚才有提到，它有直接踏法和间接踏法。那如果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三级古迹、四级古迹，请你来把它做记录，用踏印的方式。如果每一个人都上一层墨上去，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吧，古迹就被你破坏掉。所以，任何人文古迹的记录的保存，踏印。包括你们以前写过毛笔字用的书帖、字帖，全部都是由间接拓印而来，不会有直接拓啊。那这个就是在对岸有很多不当的取得拓印留下的残墨啊。有人说，拓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我们中国人就有发明。纸板的印刷，所以呢，它是还高粗哦，用串绳子去串，那些全部是用板印它来的，然后再把它串点成册。那如果以各位的年龄来说，应该也许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我自己从事美术的设计，以前最早我们接触可能是签字 QMD， 签字打字机，最后发展的照相打字。变成是电脑打字啊，我没有经过那个时期。可是我在民国68年在赤峰街的时候，我帮人家做设计稿，那时候帮人家设计一张罐头的标贴贴纸，里面的每一个字啊，不管是中文字、英文字、逗点符号，全部是用生笔写出来的。我还经历过那个年代哦。这个都是由间接拓印取得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台南府城哦，有一个从台北专门下去的一个工作室的研究学者，请了几位学生到那边搭印架，还有绑这个安全绳哦，然后上去拓印墙壁上的这些遗留下来的古迹。可是台湾。比较可悲的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研究，他是又做器物，因为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两只手全部是黑的。我就问他，请问你用的工具是什么？他告诉我，用的是蜡笔。他竟然用蜡笔去，最后做出这样的作品。所以，这充分的证明，德布拉克有一手。是以版本来决定它的名称，换言之，这个叫什么拓？如果以树叶拓、来拓，它就叫叶拓；那如果以鱼来拓印，叫鱼拓，对不对？如果这个叫什么？有人就告诉我鱼拓，因为画的一样，就叫鱼拓。好，这是版刻的拓。OK。
既然是可以这样，如果人他好，你看看这个妈妈笑得多开心，这个小孩子哭得这个人挺好。那人他可不可以做艺术的创作？国外就有人用他的胸部做成这样的一个作品。蛮特别的哈、看过这个展览吗？看过的人吗？哦，我们叫总监什么？两位总监啊，总监，欢迎欢迎欢迎，还有 DG News 跟我们 DG Decare 啊，两位总监。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总监 News。欢迎总监，还有我们前总监，向两位报告，刚才 DDG Jerry 有事情您先离开了，啊，请我转达向两位致意。那有两位作证，今天的这个专题啊，就显然更重要了。看过这个展览啊，这个是在台北美术馆里面展览过，这是在对岸的一个艺术家老师叫徐斌，然后他在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当初有很多我带着学生去参观。很多人就讶异，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站在艺术人文的角度来说，这到底是他什么？去过万里长城的举手。哇，都去过。万里长城的踏步，你爬上去以后，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这是两边的护栏，这是从外面看万里长城，但每一块这一个区块。是150公分，而这样的一个长卷，整个卷下将近500公尺长。那展示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我知道目前为止，即使你要申请在万里长城再重新踏的，都已经不准，都完全不准。那他当初是搭着鹰架，花了将近3年才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做当时的一个展览，最让我觉得。蛮佩服的，是这样一个空间展出当中，我们都会考虑到，比如说500公尺，你后面的收尾，你要做战场的收尾要怎么收？我最佩服的是，他最后把这个作品隐藏在一堆红土里面，它代表的是万里长城的无限的延伸哈，这个还是觉得跟他一个相关的哈，分享给大家。那我个人在几年前啊，都在基隆监狱指导这个受刑人，总共有6年半，那指导他们与他的记忆。那我也在基隆的乐龄学习中心指导乐龄的婆婆妈妈啊，从事一些人文古迹的记录。那踏遍了基隆很多的人文古迹，包括庙宇啊。那这个是去大理国乐中心、中正公园。在他里面也实际状况。那以这些婆婆妈妈的角度来说，他们以前可能在家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根本跟外界没有接触。那因为因缘际会跟他有学习的这样一个记忆以后，他们发现，我竟然可以有能力帮当地的人文古迹做记录，帮文化中心整理整个大基隆地区。然后把它汇集成册，他可以在未来的书本里面看到他的姓名。哦，原来这些婆婆妈妈也觉得责任重大啊，搬过来。好，给各位再看一遍。乌鼻梁老街里，清洁人员将前一晚才进行换上的制式人孔盖洗刷干净，因为原来的人孔盖上的涂料。被日本作家西来光怀疑是抄袭日本的人口盖设计，有图有真相。左边是日本山口市商店街的人口盖，图案是为了纪念日本七夕灯笼节；而右边是台北剥皮寮历史街区的人口盖，图案中不论是人、建筑物还是灯笼，相似度都非常的高。通感的问题吧，这个是算是一个。国际的嘛，现在列入是国际的。民众觉得不适合，而作家水瓶子更在脸书上说非常的丢脸。
机关台北市教育局21号到现场会刊。建筑师事务所无有回应，机关北市教育局强调将追究后续责任，并且已经紧急更换了玻璃寮四个人口盖，但这却已经让承办过世界设计之都的台北市脸上无光。好，为什么给大家看呢？一个水沟盖、人口盖，现在成为一个流行的趋势，很多欧美的年轻人到了异地的国家，他们现在最流行背着一桶纸卷，口袋放了一块干的沃蜡，然后沿着那个国家里面寻找人口盖的一些设计图腾，然后很轻易的把这些当地人文特色的东西记录回去。好，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是我在基隆指导乐龄学生他们在实际上操作的。这个人口盖现在已经在台湾非常的风行。就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个2-3年前啊，太平水南公园做的一个水沟盖，现在已经延伸到彰化、台北、桃园，啊，都是人口盖的设计。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鱼的大意，那不要以为这只是21个人在玩，也不是只有台湾在玩，也不是只有日本在玩。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来玩，就是在对岸的办活动的时候，我也很压抑去到那边，我想到刚刚看到那么多的椅子，再看一遍。但为了办一个研讨会，动用这么多的人力资源，这些都是亚洲地区的代表，这样不应该一样，知道吗？猜猜看，总监猜猜看，那有多少张？3万多张。那我要讲这个分享这个故事呢，以福人的来说，有时候机会是要靠自己争取的。刚到的时候开幕式，日本有一位比我更年长，在鱼塘界里面比我更年长将近10岁，我都尊称他那位老师。那以整个亚洲地区于是我们的交流，我大概都是排第二顺位，以辈分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享受的辈分。那结果当天记者会的时候，开幕式记者会，那个老先生就举手说他要讲话，事先我们并没有照顾，也没有什么记者的那些稿子。那我坐在那旁边，我心里纳闷说，刚才事先都没讲你要讲话，阿丽娜公园都蛮成功，因为出去都很爱国，你代表日本，我代表台湾，我都一定要讲话。是一些含蓄的话，来透过翻译，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可是我就抓着这个机会，就骂那个承办人，骂了4天。到了第7天活动要结束前一天晚上，告诉我老师你卖不干啊，明天的闭幕式让你上来讲话。那天记者会，他老先生讲话之后，连记者连在场的民众了不起200多人，你知道明天几个人听你讲话，我都不知道。第二天要3万多个人。这个机会要自己争取。我在这个领域已经40年了，
今年才要发行我的第一本书。我们摄影家阮一彤老师他告诉我，连长，你出这一本书肯定亏钱。在去年一月份的展览的时候，他告诉我，我跟阮老师讲说，亏钱也要出，因为这是全世界第一本华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书，我希望它成为一个参考书。那刚才这个是，也许你曾经收听过，这是中华电信用我的作品做的电话卡，总共发行150万张，面额是100块，现在可能还有一点点价值。在2007年东港的黑五元记里面，我做了这一张作品，当天拍卖卖了111万，那个钱不是给我自己，它是给这个弱势团体。那公关公司寻求我去制作这一张鱼踏车，制造东港鱼尾，我现场那一条鱼是40几万的黑尾，然后请你来制作。那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眼睛是空白的。那约好的传播公司第二天早上上台的时候，就端着墨汁，用那个红盘子，拿着一毛笔，然后拿上去给阿炳先生那边画一个眼睛。那为了避免阿炳先生他画得不好，我用铅笔把那个轮廓反他的位置通通预留出来。结果他一上去以后，把那个很圆的圆圈跟我画的完全无关。第二天拍卖回来以后，这个其实任何的拍卖活动，我相信明天我们闭幕式，即使这些有一些义卖拍卖作品，主办单位应该要找好买家的，对不对？因为你怕你摔花。那当天的活动是公关公司找好一个100万，结果这个餐厅老板就是每次去标东港第一位，他开的这个餐厅，他突然间跑出来六只尾，标了110万。110万那个锤子一敲下去，公关公司跑，马上跑来找老师，你三个你都可以做起，你一定可以，外国人家就想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100万，怎么可以让他跑掉？所以于是两张卖了211万，可以帮助很多弱势团体。那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在这一段，我打电话给这个作者，这个标作品的这位餐厅老板，我说，我是这种作者。伊就讲，阿你阿个鞋嘛真有水，你寄转来台湾，我甲收好，我再过来寄转。伊讲袂个，安尼就是阿你阿个，迄是伊。所以艺术跟政治还是不太一样。好，这个是谁？蔡志平啊，他看了这个作品以后，我上了他的节目啊，他问我这一段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你已经那么有经验了，会不会失败？会啊，失败是很正常的。还是会的。当然。所以失败在什么地方通常？失败当然第一个就是没有达到我们预先要求的感觉，我要追求的一个感觉，不代表说一定是做得不好，或是哪里就不服你自己预先的期望，没有我预期的一个期待，对对。所以艺术创作其实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不同特色跟标准。那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珠宝杂志啊，把我的作品融入到这个他的杂志里面做介绍。那既然今天来，那我们要当然多涉猎一点跟他有关系的东西啊。拍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间接他跟直接的他。那间接碳跟直接碳，我们又可以细分，间接碳有干碳跟湿碳之分。这一块黑黑的，就是我刚刚讲莫纳，现在最流行这一块，台币150块，一个小盒子装，这可以用很久。它又刮着，你把它想象是很硬的蜡笔，很硬的蜡。那透过刮涂以后，它会像铅笔的粉末，但是又不太会沾你的手，所以它就很方便。那一张宣纸、贴纸就这样给你从事记录啊。这个目前看到的画面，这个就是刮彩珠啊，透过刮涂。可是这个是透过间接的方式取得，所以
他并不是用滚筒去滚墨上去，他所看到的文字就会呈现是反向。那今天我如果用滚筒滚油墨上去印出来，就会变成正向文字啊。好，这个就是干怕的部分啊。那这个是我在乐里面教一个婆婆妈妈啊的阿妈做的，这个是什么知道吗？镜子啊，镜子背后的这部分啊，第一次就可以上手，可以做这样的间接作品啊。这是湿烫的部分，这是干怕湿烫。一开始那个上面在问我说，做过鲤鱼能不能吃？把这些问题留到最后。间接烫里面，如果你上过今天的听过今天的专题，你俨然就要成为半个专家。它又有分为乌金烫跟禅意烫。什么叫乌金烫？简单的说，没有凝固的区分，只有黑跟白，这个叫乌金烫。那为什么叫乌金之谜？因为它以前的墨很好，干掉以后经过受力摩擦，它的墨色上面会呈现光泽，所以叫乌金啊。所以这个统称为没有灰阶的部分，纯黑白，这个叫乌金烫。那如果你透过烫刀沾了墨以后，铺拍上去，那因为有不同的色阶产生，这个叫薄如蝉翼，这个叫蝉翼烫，大家了解吗 ？OK， 哪一个比较好做？禅意烫做好，我提醒各位哦，烫刀布裹起来一个圆团，沾了墨打上去，等于是一个点，你要把它打成面，打成线，又看不到痕迹，你觉得这样容易吗？所以我跟五六六零的婆妈妈，我们到了现场要取得一个碑文，比如说这一个是我们要取的。他第一句话可以问老师，我们今天要做多少百分比的灰，所以我们就直接讲数字。老师给他直接做法就细账，所以你就要把你心中对墨的40%拿出来。中国的绘画里面强调墨分无彩，有听过吗？墨分无彩，为什么叫墨分无彩？墨只有五个颜色吗？因为它有不同色阶的变化。好 ，OK， 再来看。如果是这样的禅意烫跟乌金烫，请问这是什么烫？没有灰阶，所以就是乌金烫。这个是多少的黑？不用担心讲错，每个人数据都不同。好，30、40、50都有人讲啊。好，所以有人不管你有看过没有禅意烫的作品，实际的作品还。看怎样看，那我们要先了解他到底怎么做的。目前看到的这个是属于实践大型作品。那开始之前，我一定要先澄清，他那个精神是在没有修改，所以绝对是1:1的。他跟摄影不一样。今天我为什么在钓鱼界里面以前最早的时候会有人把鱼他来做记录，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钓鱼比赛还是以他一个记录。不是以照片为主，因为鱼多大，它做的多大，它不会造成。可是有一个情形例外，我放给学生一条1斤的无锅鱼，100个人来烫，没有一条是一样大的，因为有人烫超过面，有人少烫了一块，有人多烫肚子这个状态，所以每一条都不一样大，每一条颜色也不一样。所以我接下来讲，这个是直接烫，也就是。我把原料涂在鱼身上，不管它的深浅、浓淡、特征、纹路，除了眼睛是事后画，其他都是一次完成。如果你再去修改，就丧失了它的意义，这样子画。好，那直接鱼烫是怎么做？把鱼身上的黑洗干净，擦干。为什么要擦干？因为我们用的是水溶性的原料。水溶性原料会跟水稀释，最后把它涂上去。早期都是用墨，那后来我们发展到白灰原料或水溶性其他的原料、彩色原料，最后只是覆盖上去，掀开就完成，简单吗？好简单啊！这是用来形容我自己啊，细长的，就是全身都是鱼腥味，跟卖鱼的一样。在这边也分享一个好的
上的美术，未来十二年教育里面已经把我的这个作品啊，这个五字碑跟这个我的作品纳入到艺术课的介绍啊，十二年我将从今年开始，这是我以前的作品，我个人比较大部分是着重在直接他，间接他一直教学生会说，他说不太做间接，那为什么等一下我们看过之后再跟大家报告。这张在现场也有，那也就是说，除了这个眼睛是画的以外，其他都是一次呈现。那当这个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眼睛是看哪一边？看上面这个呢？看我。看你。这个呢，看他，所以为什么画龙眼睛重点就在这里啊？为什么眼睛要留到最后？就是他瞳孔的位置会决定他的视觉方向，会决定这张作品的生命价值。好，那我们从今天的艺文展里其实可以归纳出东西方文化一些差别。其实，在西方的绘画当中，他们比较重视的是风景还是人物？啊，风景。风景还是人物？人物。人物。是的，因为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我们西方的一些绘画的一些观念，包括美学的一些标准，到现在也有，还是以人物为基础。那反观我们东方，大部分都是文人画，文人画强调的是诗书画为一体，所以目前我们的余下的发展方向啊，每一个时期不同，但是我在后期的这个部分，大部分是以最近的话都是以书法来融入啊，成为不同的一个感觉啊。那很多人就问老师，这余下当然都是我写的，我也是请别人提的啊。因为在场我们很多是摄影的好朋友，其实我告诉各位，摄影跟绘画一样，你还没有起笔之前，你看到这个景，其实我脑海中已经构图好，那一张构图的画面已经呈现到我的脑海里面。那今天我如果是摄影，我就会想说，如何不是只是把它记录下来，透过我，然后透过相机或者说透过其他的技巧，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呈现。那又不一样了啊！那绘画其实也是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要知道我这可能把鱼弯成什么角度，那我要放在哪一边，哪一个是浅，哪一个是厚，颜色哪一个是深，哪一个是淡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东方的创作里面，墨分五彩是很重要的一块，西方的创作重视人光跟透视的原理啊。那摄影也是一样啊，把这个东西都可以融合。那在鱼类的部分，我们在它里来说，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是有鳞的，一个是无鳞，一个是甲壳，一个是头足类。头足类就是回鳖、把这个套鱼，这个叫头足。那从事这个领域里面，困难度最高的甲壳类是比较麻烦啊，因为你看到的每一个触角、每一个触须，就是一次大鱼。那也就是说，它是透过你拼装组合最后造成的结果。那只要不要把它拼错掉啊，不要把前足拼成后足啊。那这个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这个叫什么？啊？看不懂的就是吴国元，不是啊？这个是热摄影，是不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尤其跟草原报告，我这一份愿意是准备带来送大家的，等一下再来问。这里面全部是影响台湾、入侵台湾的外来种鱼类，跟两位总监报告，全台湾的溪流，依照农委会的调查，98%被外来鱼沦陷，98%，农委会林务局目前是没有办法的状态啊。它光是最近为了鸟类的部分，就要投入不少资源啊。
那这个余内的部分现在变成是三等管地带，以前的政令的宣导全部是由林务局然后对外放布，那有些人都提案部分不是属于渔业署吗？错，渔业署不管，渔业署是管跟渔业资源有关的进口出口的业务，不企业保护他要管其他的跟他有关，所以渔的部分现在是三部。好，这个也是讲格列部分。这个是我在金融监狱六年半指导的一些过程。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每一年，尤其总监，每一年我们花很多钱在反毒的宣导。我在那边六年半，了解进出监狱的实际的状况。台湾目前的监狱受刑人80%以上会重新再进狱监狱。也就是再犯率将近80%，有这么高，所以我们投注了很多的心力在这边，那真的还是不够。可是我的学生六年半，把他的再犯率加起来以后，平均这是由根宝这边做成的结果，再犯率降到剩12%，所以译文降法有没有用？有用。这是学生写给我的哈。当然这里面比较特别，就是说你教我们的不单只是鱼，它还有人生的哲理，还有我以后出去以后没心的暴力气没了，也将是我们学生知识。这是学生有感而发，可是是私下偷偷给我，不给记者看。所以后来典狱长说，为什么那歪到记者会会拿出来？那学生说，我又不是给记者看，我是要给老师的啊，就是他坦率的一面。没有看到人，他可以在监狱里面就蹲在那个钟铺旁边拿铅笔和凭他的印象画出这一张画给我，在结训的时候上。那这是我们乐龄的学生啊，在去中正公园从事大义工作。那这个是基隆的啊，另外一个卑劣，这个都很辛苦啊，大概有。这是慈云寺啊，的庙宇。这全部都是我的学生，一蹲然后就是好几个小时，站起来就咔咔几碗了。用墨蜡还可以做出身体很大的变化，我学生的作品。这个是乐生教育院我去指导的，每一个都非常享受这个用手踏一个。太一堂牧师是不仅只是一个技术，也是一种生活美学。那在2014年，我刚好有机会获邀到罗浮宫去站，可是那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话题叫做钓鱼台。那为了要诠释钓鱼台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我就奉命啊，这个来制作这样的作品。那邀请我去的人是。校办长的姐姐啊，那为了写这些字，找这些，我也花了一番功夫。那我知道我的作品拿到罗浮宫的时候，我是做了一个请和去。那工作人员是从请和里面把我的作品拿出来选过。那很多的台湾也有大陆的一个艺术家拿作品去展览，他们是从华嫩纸塑胶袋里面拿出来。相对之下，人家会怎么看你的作品？他知道你是花很多的心思去做的啊。那头尾我花了7天去找这些，包括表背做盒子，总共8天完成了这个作品寄到法国去。这也是其中一件作品。啊，太乙里面过去我们早期一定说这些是北宋欧巴，我们的相对哈对这个印象是这样。可是这是在深色的纸做浅色的炭，我这一张作品我自己很喜欢，可是我老婆一点都不喜欢。因为它上面写的是分离或永别，他是每次说为什么你要拿这一张 来做解说啊？好，我要回答的一些问题，我归纳总结啊。为什么会选择鱼来创作？因为我从小跟着父亲在钓，然后接着我后来
建筑学堂，我学的是美术，我学的是西画。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可以结合的，因为它不再只是为记录而记录，它有很多美学的方式融入以后，可以产生很多的变化和冲击。踏过的雨能不能吃？早期用的是墨，现在用的是化学原料。化学原料里面最毒的两个颜色是什么颜色？黄色跟紫色。这两个颜色是最毒。可是我们大一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机会一样，洗多太贵，是没有去皮，没有杀肚子。那换热的里面原料是停留在鱼的表面，那一条是40几万的黑尾鱼，给你看过一次两张，你说它不能，气场不一般，我会糟蹋。可能吗？不，当然不可能。东港有一种行业叫做杀鱼，一刀500，有没有听过？一刀刀摸200。东港里面拿着嘴桶，你会看到上面有30只刀，他杀刀一刀500是真的哦。为什么叫一刀500？请问一样啊，两刀他知道从哪里去取，没有坠刀，也就是说每公体了屁股了，旁边又再多放一刀，不会，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他家有2000块。我做好了，旁边人家就现场就杀，洗完了，然后就杀，再端出去盘子，一口350就吃下肚。所以你要吃，第一个不要踏太久的时间，让它鱼失线；第二个不要涂抹太多的原料，避免它接触过多的原料，来跟鱼体来做接触；第三个要清洗干净，最后把鱼打掉，杀肚子。啊，头尾我都不鼓励吃，所以踏过的鱼能不能吃？踏过的鱼最大的鱼有多大？我踏过的鱼，黑尾鱼，最小的鱼2.5公分，台湾的西鱼，拍一张作品需要多少时间？如果以直接踏来说，准备时间多余在踏鱼时间，因为你涂原料涂在鱼身上，你涂鱼头的时候鱼尾是干掉，涂鱼身体可能头尾都干了，你必须掌握原料还没有干之前，你的纸上要覆盖上去。等一下我们现场拿大作品给大家看，好，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必须让你准备的时间不能把鱼当作调色盘。我们在指导学生创作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有明明有调色盘你不用，你就把鱼当成调色盘，你把颜料挖在鱼身上，然后就开始在那鱼开始在那边剪，开始在那边调啊。所以怕一段时间不准啊，但是记者最喜欢会问你啊。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啊。一条鱼能踏几次？
这个是我接受到的，因为大部分调到台湾大别的90%都会找他，不管他在哪一个县市，大部分就要提供去取，然后想的就他寄过来。那现在商业模式有冷冻，有冷冻宅配，所以衍生另外一个商业行为，我跟他都没见过面，他就把鱼寄过来，把钱汇过来，我做好再把鱼冷冻再寄回去，到最后我都没看到他的把作品寄过来啊。这个是人家跟他他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他过来那个还没有他之前钓到的时候，你的颜色是什么样？因为我收到鱼的颜色是这样，也就是他死掉鱼以后的鱼的颜色是这样。再回到这里，我问他你钓到的是有颜色是差这么多的。所以透过科学的角度，如果你没有去观察，你一定会以这个坐标准去做它，那错。所以我做出来是这一张桌，这个鱼是非常高档的，这叫什么？叫白心底雕，它的特征就是这个白点，就是这个白点。这个只要钓上岸，有的人就赶快给它拿下。这一条这么大，应该在10000块左右，10000块。这个味道非常棒。好，台湾有一个在龙潭，自称为他是一个化石的博士，他把现场哦展示了很多这方面的，像海百合、鱼类的一些化石。那重点是他标注1937年化石的年份有1800万年。再看看1907年有3000万年前。这是1901年，也有达到3000万年。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就科学的角度来说，他希望我去观察以后，帮他推荐办这个展览。可是引荐的推荐人带我去看过以后回来，告诉他说不能做这个事情，他是仿造。说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化石。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就鱼的角度来说，你出土的地方是不同的欧亚地区，可是我告诉你，所有这些鱼都是来自于台湾海峡。听得懂？再来，为什么你距离1800万年前、3000万年出土的东西，每一块颜色都一样？就两个角度来说，就科学角度，这是造假，所以这个跟以上有相关的蛮好的。太医的精神就是把死鱼变活，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活鱼拿去打鱼。好，最后要结束之前，鱼塘只是创作艺术创作的素材之一，跟摄影一样，我运用摄影照相机的工具，然后创作成我要画面。那它会延伸到一些我的在乐园部分，也就是着重在一些微创，那这些都属于微创的延伸，大家看一下，把蓝染跟大一结合。然后有很多生活周遭的东西，台灯，这个是我最近这3个月突破的一个作品。我的真实的作品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曾经有一个博士鱼类的专家，他告诉我，梅老师，我麻烦你，我现在艺术馆这一面墙壁整个承包给你，把你的作品表现上去。我说我没办法，没办法接受的原因，第一个，我的都是用纸或者布，放久了一定会坏，你没办法保存，你没办法衔接。那最后这个人他现在生产出来很厉害，他用我的作品，这旁边还有凹凸哦，雕刻凹凸，可以生产出把我的作品放大，然后不容易腐烂，最大的宽度是150公分，高度是240公分一片，所以未来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艺术的创作。好，搜寻我的资料很简单哦，拿我的名字交换，或者拿这个也可以。
啊，让各位看看我真实带来的几件鱼塘的作品。
最后给大家看一张大作品。较重的，再往右边。刚才我们讲，这是直接踏，所以这里面有动用到后加工的部分，就是背体上的垫，然后跟眼睛，其他都是一次完成。那当你颜色涂在这个地方，尾巴可能就干了，你涂这里，可能这里就干了。困难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我告诉各位，如果用侧面来看，摊平也有，这个是平的，那圆一半，再来是一个篮球，圆的，所以你不能同时放，你要先踏这边，然后逐渐的吞出去，慢慢再接过来，再甩过来，你同时放，中间就悬空，所以还是有它的困难度。这个不是我最大的作品，但是因为比较期待哈，那这一张就是做成电话卡，曾经做过一张。那鱼的嘴巴这边还有七孔的，原因是人家找我的时候，我的纸张最大的就是细臼背球，它是一定格子，这个弯度弧度是我用脚把它踹出来的，不是它原有这样的弧度。我一走的就会跟它吸一样擦擦，还是必须把它调整做一定的角度。好，可以了。在佛兰这里有很多场演讲，其中有一场我印象最深刻，地点是在五马饭店，然后我的作品一张最大的一张不是这一张，然后放在后面演讲完以后放在地毯上，有佛兰舍友直接踩过去，从此以后我那一张作品就不带出来，后来我就做了一张一比一的那个布料的仿制品，然后演讲之后就是尽量带那张大。那因为现在有一个活动展览，那张借给大家，今天只能给大家看这一张啊。好，目前为止我们要跟分享的部分就到这里为止。那大家是不是有其他的疑问？有没有相关的疑问？还是我刚才把问题都不准确的去讲？刚才那八个字还记得吗？记得，记得。啊，来，你想让你记得，你来讲一次啊。我吗？对。尊重体制，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个总监啊，丁丁姑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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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好，那你先试试念那个读音对不对？对吗？标准答案哦，最后这一次讲对了，最后这一次讲对了，好 ，OK， 我们给这个 DP 啊，谢谢，谢谢老师，谢谢，继续，来帮我们鼓励一下，好，鼓励一下，这是很独特的经验，第一次接触，知道以前用很多东西来踏，都是踏石头的东西，很少是踏那个活物。看到严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累积这么多年的心得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今天在场每位贵宾都是有福的。我们祝我们严老师未来的作品，未来对他自己有更有成就，能够帮助用他的观察和帮助可以保存。谢谢。谢谢。
完全不同的。还是要分享一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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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为丁丁鼓掌一下。
水入诗情，就是把这一张纸当作这个是往前看。那我们在中国的绘画当中，刚才提到墨分五彩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叫留白不取。画面里面一定有人画，不会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一张留白原来是在这里。那经过给文章放上去以后，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贾格烈他用这个是困难度很高，在这个地方是最难的。他这个地方然后上面沾很多水，那拓印的时候你沾了水，它就糊掉了，你放颜料就糊掉。我试了两次，我就把它放弃。最后我是鱼这个螃蟹的身体不断的散开，又有不同的方向。试了好几次画，越试越开心，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很享受。啊，这先给它固定住嘛，螃蟹脚啊。螃蟹脚下面要用油床的一种板搭住，也就减少它一半的厚度。那刚才那个黑尾鱼这么大不可能，所以现场垫有很多纸箱啊，能够把它垫高，尽量的平面化的东西。那螃蟹没办法，所以你只能当它的脚，虽然直接鱼它好。是涂在颜色在鱼身上，但是所有的颜色都是观摩鱼实际的鱼又调出来的颜色。那当你把原料涂满又没有意思啊，虽然它有斑驳，所以我就刻意的把它这边压下去重的话，它可能就满颜料就满。那轻的话，它的鳞片会很清楚很清晰，可是留白部分变得更多啊。所以你远远的看，这个是立体的啊，所以它原来是平面的。溪流里面叫红宝石跟蓝宝石，原来都是水族箱里面的啊。那一条就是踏一次，那这里有几次几条就要踏几次。那中间过程当中，也许你会说那我弄坏一条怎么办？还可以重复。但是一般来说，这个鱼叫小条鱼，踏三次你就把豆给弄坏，所以你就舍弃，就要再换一条。所以当这个鱼人家采集给我的时候。台湾还有很多是热心的人士啊，当你缺什么鱼，你在你脸书上写，他还是会主动提供给你，不用钱的啊，还是蛮多人这种啊，尤其是钓鱼的。那所以你看这个构图的当中啊，就会造成很多的几个技巧问题：堆叠、前后、远近、大小。我赠送李登辉前总统一件作品到中国，那一件作品是用红潮鱼安置。那一张的作品，我大胆的构图，因为以前一定是一张作品，一定是完整的一条。可是我送给他的作品是三条鱼是从框外游进来的，半条鱼，三分之二的鱼。我代表的是它是从外面游进来，不代表是框能够限住是这一条。我就创作在基隆山上拍，那名称叫罗望石之夜，这个是蛮特殊的，摄影人嘛。有时候都会，他会认为说我这是安排，像这个人有人就认为我是安排，其实不是的，我这个是用长焦去钓，他根本不知道我拍他。然后拍的时候，那时候蚊子很多，我就一直等。我记得我是跟刘胜，是跟刘胜一起去拍的。那这个时候的脸书出现率暗赞的大概将近有七八百个，突破了那个脸书里面蛮多的暗赞。这是蛮特殊的一个景象，如果有兴趣拍这个的，可以私下我们约一下。但是你脚力如果不够好的话，可能你会气喘如牛，因为这个拍摄点就在基隆山山顶倒数下来100公尺的地方，所以你要连续爬坡爬45分钟的阶梯哈，上去才能拍这个景。那这一张是叫做这个叫孔雀曲的哈，这个是后来换作的，这个是。叫什么？绿阴凉的地方，另外有阳光。那我舍弃阳光高对比，那我在阴暗的地方取得这样的一个画面，我就一直对着这个角度，期盼它站到这个地方来。那果不其然，等了大概将近35分钟，这一只就直接跑来站在我要的地方。这个摄影最开心就是这样啊、哦！有人就是好像刻意安排，然后就那这个都是拍摄最好的时机。那你只要加了减光镜以后。构图如果完整的话，那能够拍出有一种像如烟这种浮云的这种效果啊。
那这张画面如果只是一个景，那就没有特别。那特别是在这边有一个人在打重击啊，在吊篮啊，所以就很适当的点景，让这个画面就更火了啊。那这个是蛮有趣的，这也是我跟刘社去过的一个地方啊，在也是基隆，那个叫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就是在用手机拍。那现场我们有很多都是在用，目前还是在用手机拍。手机拍的快门跟你的 ISO 没有办法达到很高的速度，所以你抓不到。我就看着他们年轻男女，就是在猛拍猛甩的，我甩了快20分钟，我看着都快头晕了。我就告诉他说：“干脆我帮你用相机拍，拍完了加你的 LINE 给你。”所以我现在很多的照片里面，在缺乏模特的时候，都是临时的 model， 然后提供给我很好的画面。那当我给他按了几张，连拍了2次以后，我就得到这个效果，他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然后也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的速度大概是小乌兰，没有半个人，没有游客，那个玻璃上面那个只有我跟我老婆两个游客。那后来发现这个特殊，这个在阴暗处的有一个小瀑布，那呈现这样的对比，它颜色也是很漂亮啊，可以做记录。那这个是摄影人最爱的蓝调时刻。如果你玩摄影，你还没有玩摄影之前，你看到天黑，你一定就是蓝调出现的时刻。那那个时候，你明明用肉眼来看是很暗的，可是你用脚架架出来，你就可以拍出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霞光蓝调啊。所以这个是在金山万里那边拍的啊，就是这很棒的一个时间段。那这个是在野柳的地质宫，但是加了以后，你会发现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他原来就坐在这里，也不是我去找他的。所以有很多地方，当我们在找景的时候，我变成是以景以这个人来做主体，去找景来搭配他。所以摄影人不要死死的说，这个时候我叫张三赶快过去那边坐，那就失去意义，已经没有位置退了，身体是已经顶到岩石，根本是退无可退。所以用广角在拍，那刚好有这个两个女生哦，在那边爬高爬低的，哦，那我在那边排队等她，等了10来分钟，最后我实在是等不起，我要赶着点，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拍？那我顺便帮你拍。那最后她也同意。那这一张其实她并不是刻意要我拍这个角度，她是要看手机，然后再晃动，这个是无意中过的，但是我把这一张照片给她，那因为她。后面刚好是夕阳，造成这样一个剪影，把这样构筑成人跟这个原始之间的一个剪影。可是，在暗中的地方又有细节，亮中里面还是也可以看到一些纹理。这个摄影里面我一直在追求。好，以上就是我的摄影作品。